最近觉得它很厉害，是因为其实它里面很多很多成分全部都是针对我们像是比较容易紧张啦，或者是不好的能量啦，或者是晦气啊，它全部都可以帮你做，把它赶走。对，那所以我就是给我的儿子洗这个，然后我给他泡泡泡浴哦，里面也是给他可以起，对，我也是直接给他挤在那个浴缸里面，然后整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呢，明天就是民俗月了，然后呢，招福平安系列当初就像莎莎说的一样，其实我们就是用植物的力量。其实我们常常在看古堡的商品，你会发现它用了很多的植萃的东西，是因为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以前在拜拜的时候，那些香它都是用什么做的？其实都是檀香、檀木。那现在很多人流行一些比较萨满、比较西方的一些净化空间的方法，其实它就是用什么？用鼠尾草、用雪松、用圣木。我相信大家对这些东西都不陌生。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让你，即便你不是一个敏感的人，然后你在闻到那个味道，在使用它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平静，然后就是觉得很，你感觉好像那些躁动通通都掉，对，沉淀下来了，然后你会觉得很清新，就很像你知道你好像一个什么重担卸下来，或者是你的脸毛细孔突然整个张开，很可以呼吸的那一种感觉。其实它就是因为植物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的招福平安，如果你呢平常这两个的差别在哪边？这两个的差别就是在于它另外的这个健身的这一款，它是有再多添加那个罗马洋甘菊，它的气味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然后还有添加那个苦橙叶，跟那个罗马尼亚的乳香，所以它的味道又会再更就是草一点点。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是健身看起来好像比较有威严啊？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属于那种很容易半夜丢 game 骂骂号，情况比较严重一点的话，你就是买你就可以适合这一个。对，然后如果说是一般的小孩，然后你现在就是想要训练他，也让他的气场比较稳定，他没有那么敏感的话，其实你用招福平安就可以了。对，而且他招福平安里面其实有加甜橙，甜橙精油它其实是可以让你快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小孩快乐也蛮重要的，是的，对，所以其实他们蛮用心的，是我们今天加了真的这些成分，其实都是有快乐，然后有让你不好的能量排掉，对，然后不躁动，对，然后睡得好，我觉得这是小朋友现在最需要。